is never empty.要玩几次？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多一把雨伞。刚下那么一点点雨而已，太阳变大了。乌云就跑走了。Yeah， 现在我们到这个台十七线海岸。哦，这个加班人员跟我们的妹妹们决定在这边先短暂的休息一下，因为真的他妈太热了，好吧？我们先去逛一下海，哦，逛一下海。如此美的海岸线，有没有看？是不是？哦哦。哎，怎么了？这样你背那个，我想说你干嘛背一个香炉？没有，我说如此美的海岸线。哎。哎。对，那边有一片黑云，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圆形，这样仿佛有一个力量把它挡下来，让那个黑云不要再过来。哦，青菜爪我都会，好不好？来，今麦咧放饭，给你下这么大的雨，还恁爸家住遐遐袂富。最后这太阳雨，你知道吗？在外面太阳依旧很大，但是这个雨也是大的夸张。啊，雨停了，各位，这不是熊抱哥吗？我们还没有拍到前面的李森呢。好，今天我帅气大雄我们都在中发的主持人在本镇右边这个红毯是我们龙哥的帅评。今天顺利的表演，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就完成。我来吹电器，你大只金赞诶，真来赞了吼，赞了，有够大只。我就是专攻你啊，好只棍啦。哦，哎呀，迄只电器救偌济人，你知无？加讲，迄只电器爱加加安菜，加加安菜。好嘞，好，赞，真正赞了，赞，真正赞嘞。
们前面再给它往前走个几步，就是我们新湖会泡点哦。下午了啦，四五点了啦，太阳比较暖和一点，不是暖和啦，缓和一点啦，哦，所以我们废话可以多讲一点。哎，卡到鬼被细细红红皮，还有我讲什么？对不对？那么九天玄女娘娘，她是啊，我又来了。哎，我刚刚说我们九天玄女是女神呐，哈，是娘娘，所以她这个嫁前的仙女一定要有了啊，哦，嫁前的仙女哈。哦，啊，只是这个钱要有点多啦，哦，这个钱要有点多才能那么多啦。香，这一场香，地天地，再天地，三天地。全套布雷，挂奖金吧，超过吧，很厉害啊！每个桥段、每个变化都那个风格都不一样，真的真的蛮厉害，真的蛮厉害的。哎呦，气氛怎样？必须在
我们这一场庙会它的特色之一，就是礼生请好请满哦。我们压轴武媚娘带着他们的小师妹嘛，天之娇女哦，很出席哎，来了大猩猩跟毛怪复活啊哈，哎中岛偌济那是大猩猩，大猩猩不会动了，复活了复活了。养养水，阿妈话咱家己看完啦吼，感谢各位。太狠了，太狠了！哎呦，咱的头家吼，系南昆师傅，你卖这个冰糖公，这算伊的特产。啊，咱大家叫班里员，大家辛苦吼，一路条件平安，今麦要来放点心，天气咱落百无百分啦吼，啊，要来献上车牌，敬献落百分，感谢各位。加加加！太硬了。好快，有没有？快！哎呀，等一下，我在等。哎，我在等。哎。人咧很咧，卖假小偷情。有我听无？很想画面，掌声欢迎。